最近一段时间 Rain 为了自己的巡回演唱会频繁来到中国，前不久他又高调出席了其代言的护肤品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开始之前，大屏幕上播放了 Rain 所拍摄的这一季广告片，其中有不少裸露上半身的片段。除了皮肤保养得相当不错之外， Rain 的好身材也是大家一致认可的。 Wanna take lotion?在前不久结束的2011 Rain The Best 巡回演唱会北京站的演出上，除了融合了 3D 舞台效果之外， Rain 在台上展现了令不少男性观众羡慕不已的好身材。不过 Rain 表示，在这支广告片中时不时的半裸出镜是为了迎合粉丝。밴드를의식하기보다는그냥어멘토르담의컨셉이었고요그래서이번컨셉과잘어울리기때문에또이런식의콘티를정한것이고그래서아주제품이랑잘어울리는것같아서저도 OK 그렇게응원했습니다其实不是说有人我身材怎么怎么样，包括歌迷，所以才会这样做。我在广告中是很少会这样，但是呢，这次广告的定义一个 concept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做出来之后感觉效果都特别的吻合，我觉得特别开心。而且，Rain一定都感受到了你们热议。在主办方的安排下 ，Rain 的粉丝们井然有序地进入了会场，他们在台下支持自己的偶像。对于 Rain 的一颦一笑，粉丝们更是尽收眼底，时不时的会掀起一阵尖叫声。在听到 Rain 表示有可能会在上海参加一场演唱会时，他们更是激动不已。네그리고이제곧이어서아마广州와上海네上海는아직은기회가없습니다여러분들많이원하시면但是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去考虑啊。对，如果你뭐홍뭐홍콩뭐其他地方뭐이제많이아대만도그렇고요많은나라를아갈거같아요还有香港、泰国，包括台湾也是，也可能会去到很多地方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喜欢。其实当记者问到了 Rain 关于他的近况时，还顺带为粉丝们争取了一些福利，希望 Rain 能够在现场就表演一段，不过 Rain 却婉转地拒绝了这个要求。哦，对，蛮有意思的。对的，来现场来听吧。搜狐娱乐播报上海报道。